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你绝对想不到他们曾是国光女助理。接待这位，请问你是谁？我不能说我是谁。那你回家了。现在已经开始了。哦，变演员了。演员呢？可爱甜美文艺圈的外语节目主持人。哦，谁呀、啊？谐星，谐星好多，最好对呀、啊。第一个走错棚的，对。现代新生代歌手，歌手，阿妹有来当过吗？今天呢，节目一开始就给各位看个恶心与震撼的画面。你是谁？是娜娜。那你今天扮演是谁？我是娜娜。娜娜的。娜娜，七哥。你怎么会都？走开！瞧七哥一脸嫌弃，张立东，你这娜娜装扮，不管是谁看到，就算不吐，一定也会倒退三步。今天为什么他扮成这样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呢，这些正妹都跟我们国光有关系。今天接到这几位，而且呢，目前自从他们在国光出现之后呢，现在在我们演艺圈呢，也小有成绩。哇，真的。而且呢，前途非常光明。哎呦，好，其中有几个表现令人不敢相信。我可以打他吗？好，其实呢，我们看过很多的国光的女助理，包括现在的跟以前的，这么多年来呢，其实很多呢，当然了，很多都留在我们演艺圈，继续他们光明无限的演艺生涯。嗯，那请问一下高山峰，你参加我们节目这么久了？你觉得当一个国光女郎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我觉得这是铁打的节目流水的妹啊。是是是，对啊，出现在你是说你的人生是？那是铁打的身体，流水的妹。是，我说节目啦，我觉得这个帮帮忙应该是很多女孩子，就是出现最多女孩子的节目了。而且我觉得你们三个是最给女生机会的主持人。哎呦，对啊，不是你啦。你是人妖，人家讲是女生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很多节目就是女生真的是花瓶，但是看帮帮忙啊，看国光帮忙这个节目，很多人不是为了看来宾，甚至不是为了看主持人，是为了看妹。哎，那这个妹在这个节目，你愿不愿意？你确定？真的、啊？你看你的旁边。我觉得你跟娜娜在一起，你们可以组成二人组，真的。对。谁有那么巧？哎，张兄，快！你在甘峰面前起立蹲下，快！预备起 ，M 字腿，面对他啦！不要面对我吧！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好像在勒残了。然后有什么条件？我觉得要那个，就是主持人 Q 到你的时候，要反应很快。哦耶！哎，不管是才华或是讲话口条。对，这比较容易留下在大家眼前留下印象，不然很快就被换掉了。娜娜。你觉得呢？来这边当助理女郎，你要具备什么条件？我觉得就是敢讲，然后做自己，然后就是被 Q 到的时候赶快出来贴去歌就对了。你原来只是把七哥当氧气筒，没有他只是把七哥当成垫脚石。我本来以为他是真的爱七哥。我们娜娜多有实力啊！来一个娜娜。哇嘿！多、哦，那你来一个，走开！好
倒退，如果倒退。今天来的第一位跟我们国光有关系，请问一下，你提示一下你是谁？三位主持人好。嗨。我最近是新崛起的，兼具知性、感性、性感、可爱、甜美、于医生的外语节目主持人。谁呀？谐星，谐星好多，还是最好的。对，第一个走错棚的。对。那提色，就是我的外表啊，曾经在你们节目上被说长得像某种四只脚的动物。某种四只脚，四只脚，四只脚，乌龟、蜥蜴、猪。我们没有助理长相猪的，骆驼。不是。那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？我非常感谢你们当年对我的不离不弃。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？不是，我们有时候对，有时候很向上，想着有一天一定要让你们访问到我。不是，你不要误会我们。有时候我们对你不理不睬，就是给你空间让你发挥。对呀、啊，我完全不理我，连个镜头都。还顶嘴，顶嘴就不要出来了，搞什么东西啊？好，那今天就招待你拜观音，来出来。哎，哎呦，你又来，阿诺，你有落马。驴啊！驴啊！我们说过你驴哦。上次来在后面还没出来，就说这个人长得那么像驴啊。等一下，你当过国光女助理？有吗？六七年前。六七年前。你来几次啊？我来两三次就没有再来了。那有人注意到你了？啊，有。那个，我记得我那时候才来。木栅动物园。不是啦，我因为来国光。然后我上过那 PTT 表特版，还被热烈就讨论，然后一直问说是谁。对啊，虽然说后面讨论有点糟精皮啊，但是还是有被讨论。就是一开始为何国王帮有驴？不是，没有啦。那时候还两三次，就是我们讲那时候都是女制作人。真的吗？都没关系，我那个时期力保你哎。可是我来跟你们打招呼，你们都没有理我。有，没看到。你来几次？你来几次？我就来两三次。你那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还带草来，你知道吗？驴呢？驴没来啊？好了，开玩笑的。来，我们看看他以前真的有来的证据吗？不记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国光帮帮忙》，我是孙鹏，我是洪刚，我是钟恒，在旁边是。大家好，我是珊珊。哎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珊珊。阿高，真的阿高了，因为太瘦了，女孩子瘦就有点像我。多吃点。由于主持人对阿诺完全不感兴趣，导致画面过少，制作单位只能在这向大家说声 I'm so sorry。对，我从头到尾就这样。我来两次，然后从来都走前面。大家好，我是珊珊，然后就没有，再也没有我的画面。不是你太瘦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很瘦哈。但是哎，蛮有胸的哦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个花花衣服那件，然后卷卷头，有人说我长得像狄英杰。哎呦，那他就真的不。我怎么觉得有踩到地雷的感觉？有。他们讨论的时候有讲到。好，谢谢。你问完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跟迪英多聊两句了。想不到，阿诺应该是我们极度不熟的助理，真的完全没印象，完全对不知道。好，来下一位，请问给我们一个提示，你是谁？我现在是知名百货公司里面的咖啡 girl。咖啡 girl。卡美 ，cover girl， 我是咖啡杯的。你要讲卡美，卡美是乌龟，乌龟的卡美。OK， 好，真的，有演过戏，有接触戏剧，接触演员，就是有在看，有在看韩剧，就对，有摸过 DVD 是不是？接触不是，好，是有在演戏。你第二个提示是什么？我在当时当助理的时候啊，讨论度是最高的女助理。哎呦，最高！节目中表演都让你们目瞪口呆，这吓人吧？哇，那是杨婆婆吗？怎么会？哎，不过有一阵子我们的节目那个助理主持都要表演，都是固定的，而且要表演，表演才艺，对，演戏啊，唱歌跳舞的。我有说过你无脑吗？好像有哎。
哦，那我就记得是谁了哈。那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呢？我要感谢三位对我魔鬼般的训练和要求，因为当时我在助理的时候，钱是跟大家领的是一样，可是却要多表演，就会觉得啊有点闷。不过因为这样子，就让大家更就是了解我，是不是？更注意你了。那今天是来报恩的，是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报恩的，我们就请出来，欢迎。哎呀，文文啊，文文哎，哇塞，十万年没见了，你有没有麦克风？有啊，在这儿。有吗？有声音吗？是。Hello，Hello。不太一样哎。开玩哎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得了，怎么了？跨麦啊，跨麦啊，不？哪里？跨麦啊，不？这，哎呦，哎呦，跨麦，跨麦，那个嘛，你当了我们这个就是助理主持啊。嗯。当时真的是你很努力的，一直在变魔术给我们看。有，那时候我每天都很努力耶，对对对，因为每个礼拜要录影，对，然后每次呢都要到那个 YouTube 上面学，因为其实它的那个数量有限，就是魔术教学的数量有限。我就想怎么办，下次要表演，我要表演什么？又来了，有压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压力。不像他那个烂东西，每次都不知道表演什么东西，每次又用几个道具。对，然后他都用自己找。他是谁？他是谁？真的，不就是张立东？他是谁？谢谢，谢谢帮我宣传，谢谢。那对你就上了国光当了助理女郎，会有什么重大的影响？重大的影响，我觉得就是比较知道怎么样看镜头，然后现在比如说三号机在亮，就知道哦要看它。哦。然后呢也比较不怕生。可是刚拍你是。他刚讲的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没有啦，因为他们都亮的。哦，所以都可以的意思。摄影师很贱。哦，讨厌。哦，那 OK 啊，那是不是有人快速的累积你的知名度？哦，有，因为像之前我去逛街的时候，又走在路上，然后结果就有一个大陆人说。哎呀，你是不是那个国光的文文啊？我说啊，是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。然后就被他们认出来，蛮开心。有没有人叫你秋千啊？有很多，以秋千的名号打出。哦，冷静，你现在已经是，对，你怎么会，怎么会变成 model？ 对呀，我一直都是 model。不是我的意思说，因为你，我们感觉上你应该是可能朝多元化发展。嗯，我也那么觉得。那你怎么会演员完以后还去当？哎，当那个不得了，那个对啊，以前林志玲哎，那个就是红的前一步了，对，就是步上红，有没有？对，那即将大红变紫之前，就是开始，就是在那上面，对，第一步了。怎么会去参加这个比赛？呼吸不过来，我没有参加比赛，被选去的。就是之前一开始就签到那个公司嘛，就是慢慢好狗运，什么好狗运？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对，好狗运，这不行。对呀，你又不是黑白的，幅度太大，秀气一点。哎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康荡，康荡。你看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以前稳稳的画面，请看。广告后，让我们一同回味稳稳当助理时的青涩画面。助理青涩画面大公开，究竟邱慧文在国光当助理时是什么模样呢？文文今天气质不一样，真的吗？可能是洗头发的关系。今天要讲的是，养车比养老婆还贵，我容易吗？好，今天要讲什么？嘉奖。哎，等一下哦。哎呦，有梗有梗，变魔术，有梗。哎，为什么？你去表演了，橡皮筋。OK， 橡皮筋了。那首先呢，我伸出我的手，套在食指跟中指的中间。OK。好，接下来神奇的事情要发生哦。一二。哎呦！我要用手了。哎呦！阿诺是不是？这样才会有画面嘛。对。你在那边，我是珊珊。当然当然，这个就厉害了。对，当时我们也有逼他了，因为每次说，哎，今天有没有表演？没有表演，你干什么东西？他就真的去。可是你们也没有逼我，也没让跟我多讲什么话。就怕被你咬。爱护动物协会会骂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请坐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下一位，给我们一个提示。歌手，
手，歌手，演戏歌手，歌手哦，而且号称培养出歌手哎，宅男女，阿妹有来当过吗？我很感谢三位对我的照顾，可是可不可以不要再以身材取人了？哎，所以他身材很不好。身材取人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穿得很保守，就没人理我。你看，你们超现实的。还 Q 我出来讲话。那他们改不了了，一时间。不承认，没有这回，怎么可能？对啊。那你今天，你请问你今天穿什么？我今天穿比较辣一点，因为我找不到衣服，就随便拿一件。哇，最好，哇塞！你最好一件都找不到。不能裸体啊，不能，好不好？嗯，下次朝泳装方面发展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。哇！歌手，优柔寡贵。你第一次来穿这样就没事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来真的穿一个长裙，嗯，对。然后你们就是很客套的跟我点个头。然后我，而且我第二次来穿比较辣，你们还以为我那是我第一次来。你们说，哎，新来的是不是？什么没有来过一次？他说，哦，有吗？没有吧？那是鹏哥，对不对？不是尊重你，是我的记性不好。真的吗？我剧本看30几年了。记忆力退化，减退。哎，你不错，你第二次来我们就知道了。对啊，他们从来不知道他来过。那时候讲到赵伟霞的。对啊，刚刚是阿诺。阿诺。对。阿诺是我性格。好，那你当国光女郎，对你后来进入演艺圈有什么帮助？那时候，因为我觉得国光很多男生在看，嗯，对，那时候我才七总，跟我才当过三次，是，可是就好多人教你当过三次哦，对，真的，我也当过3次，我当过无限多次，对，啊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就很多人就因为那个加我粉丝团，就说哦，我知道你是因为国光帮忙的那个女助理这样子，嗯，可是你后来扮演那个什么蛇姬是之后的事，对。算是还蛮那个，就是蛇姬跟助理等于是可能隔一点点而已，就是上一次来是助理，然后下一拜来就刚好变来宾，就几个月来就，哦，可是对，就很快在一个月，我记得那时候跟他一起上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还没出唱片。你蛇姬是因为不会了活动嘛，对，活动，然后就我讲老实话，那次扮蛇姬来，我说哇，真的是谁？那时候你们从来不知道我当，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教，就算了。对啊，蛇姬他们说哎是谁啊，好面熟。对，你们完全不知道我当过助理。那其实是制作人命令我们不准记得助理是谁。来看看以前你的画面，去看。我是今天的助理主持 Sunny。彩题好像 Hebe 哦。哦，哎，对，有一点，来，有没有练琴？有一两个人说过，啊，而且不太爽哈，你跟很多人说对不对？刚刚看你跟他一两个人说过，没有很多人说，几个而已。但是你头发好多，哦，嗯，对，假发吧？没有真发，啊，真发啊？对，我不信。你头发真的很多，而且又乌黑密哦。彩丽几岁？21。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哎，蹲的哦，有蹲的哦。彩丽，哇，彩丽，哦，好辣，彩丽哦。Evie，是老虎还是狮子？还是豹？是长颈斑马吧？斑马啦，没有擦防晒油的斑马，晒黑的斑马，晒黑的斑马，老斑马。哇塞，那我们多配一层哎，啊，海龟啊，斑马啊，配在哪里？看到好像小混混，那时候想到哪里海龟啊？乌龟，那时候未婚，哎，那时候很害羞哎，我其实试一下话很少。那我们 Q 你出来是不是快疯了？其实有点快，那时候因为我又是完全新人，然后好像是刚开始上节目不久，就心里有点快疯的感觉。别人都说我来上你们节目是话最多的，嗯啊，是哦，你去别的节目就不讲话？没有，一直吐信。那个主持人都比较有距离感，哦，可你们就是会营造那个好像在朋友聊天的那个氛围，哎，欸，不是营造，欸，哦，凤仪的，哎，欸，哎，欸，很配啊，
就乱讲嘛。哦，对啊，是啊是啊，我们就是比较不会有距离感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很生疏哦。没有没有，不，因为你刚刚讲凤梨的时候，我就想说他是衣服是凤梨，然后你是演凤梨，演凤梨，有点像啊。你的头是凤梨。你干嘛？你干嘛特写、啊？我不讲，就是希望对不对？好剪，你够特写怎么剪嘛？对不对？哎，其实还真的蛮像的。那就这样子，重新来。凤梨，凤梨。不敢什么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啊，我儿子现在也会看节目了。你要回家？哎，凤梨。请坐。哎，接下来这位，请问你是谁？那你回家了。不是，是主持人说错。提示，让我们猜一下。提示，那提示是。哦，从国光当助理，后来变成来宾，上片各大的通告，现在已经开始拍戏了。哦，变演员了，演员呢？哦，那就是你走曲哥那一挂的路哈。对。说我是谐星，但是呢，我相信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因为我 N 年前也有当选百大美女，上过百大美女的剧组。我还没，还没，你快了，刚拍快，哎呦，快了快了，你有吗？哎呦，我们这个还出过不少百大美女，不少哦，对啊，下次统计一下。我跟你百大刺青美女就是娜娜。阿诺，阿诺一脸，你们在讲什么？人的世界好难理解啊！百大诺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能，我们怎么可能忽视你？对，有上过可爱的动物的举手。百大美女，那你有什么话跟我们讲？之前呢，我因为发生一些事情，所以休息了一年多的时间。哦，但是。国光助理是我在演艺圈的第一份工作，我很感谢三位主持人当年的照顾，所以这是我一年多以来第一个接的通告。啊，真的、啊？你生孩子的？哦，你一年多就生孩子？啊，不能讲整形，整形，整形兼生孩子，对对。太累了吧？上下都痛，太累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。哪位前助理让大家这么意想不到？欢迎！不是，为什么要叫苏乔？苏乔不是以前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个也叫苏乔吗？男生呢？没有啊，苏乔，你不觉得还蛮好听的吗？可是名字有点男性化。对啊，苏乔中性哦，可是有点像。你现在要转型做。你想演琼瑶的戏对不对？不是苏乔，你不觉得就是很中性，跟我其实跟我个性还蛮像的吗？哦，对不对？就换个名字重新开始、啊。瞧一下，哦，苏乔。对。那当年做我们的女助理，其实对你来讲应该很大的改变。嗯，对你的人生。对啊。你后来还而且我算很老的助理。不会不会，美女，额头整理一下。头发再整理一下，再整理一下，没整理好。哦，老，再整理一下。哎呦！哎，他算是我有点紧张哎，因为前面我有很紧张。你也是那个，就是一次来很多集，对不对？很多连续的那种。我好像是待快半年以上，几乎都差不多差不多。江莹这一年多来啊，就是在这个沉淀自己。对 ，OK， 那现在开始演戏。嗯。那你刚刚说你现在上节目会紧张？因为这是我休息这一年多来第一个上的节目，所以我现在很紧张。可是你跟我们那么熟，就是还因为就是很久没有看到，就是面对这么多摄影机，你会紧张的，还是会紧张。好，我们先暂停录影，头发整理一下。OK 的，对对对。哇塞！哇，好贴心！哇塞！哇，至少要这样嘛，至少要这样。哇塞，老妆。对，对不起，还是没弄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没差，真的。口水。喂！还说你不是谐星？没有，数钞票。回来很开心啊，回来很开心。现在有接班人，你看。哇塞！国光女郎，对。你应该是哦，我们三个主持人最想打的助理，
尤其是今天，我一定要让你这个造型出现二十次，你完蛋了。然后带你去 Funky 玩，穿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建议你啊，我们自己人真的去接一档好的舞台剧，可以磨练你的演技。有机会的话，我因为我之前有去那个剧团去上过课。跟你讲，不只要上课，跟你曲哥走，直接演舞台剧演部，你知道吗？直接演。有机会的话，我。对啊，现在舞台剧曲哥点谁就是谁上。哇！曲哥，再见。什么臭猪肉？点谁谁就上。啊，那个演演随便要一指，下面那个就上来，来怎么样？就演了，互动式，好厉害啊！好，来，请坐。谢谢，谢谢。没有看以前的片段，是因为那是黑白的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对对对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因为太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肖阿姨。我觉得啊，男人本来就不应该帮女生付钱，因为这样会把我们女生给宠坏的哦。哎呦，真是讲了句人话。哎，男人呐，最爱十万中七见一个爱一个，所以离婚一定是男人的错。别说，女人谈恋爱就会变笨蛋，男人谈恋爱也会变白痴哦。我是肖阿姨，大家好。你不是笨蛋是什么？你刚刚讲这句话还要偷看大字报？哎，俩屌啊！好，你男人缘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好？以前很丑啊。不会啊，那你现在很漂亮啊。现在没有人追啊。那男人缘跟女人们追不一样。那如果你先换一个，干嘛没事我还没讲完你这样急啊？你换一个声音回答。对，来。不好。你就听音乐就开始了。这个不会。哇哦，眼神，哇哇塞，再眼神，哇塞，嘴唇咬，眼神，好了好了，不是你在哪家迪斯科跳这个？不是，香以前比较可怜，就是每次开场他就要编一段哦，对，开场白，讲，因为我们一开场他就要讲，比如说。这些正妹居然跟国王有关系，他不能这样讲，他要编一段说，讲回来，然后加做什么要做？你刚刚那个舞是干什么的？忘记了耶，我真的忘记了。以前的女郎怎么这样？好可怕！你当初那个妆。而且这样一看就知道那个好几年前了，很多年前了，七年前了，不用比照，你说比照我那时候长得跟现在就不一样，好可怕哦！那七年前的事，只有曲哥没变，有了我还是变，你没有变黑了，那时候还没黑，对，那时候还没黑，我那时候那雪白的那种，雪白的曲哥，那时候俊，甘峰，这四位，你最有印象的是谁？很难，我绝对不可能说是阿诺的。阿诺当过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打死我都有点不相信的感觉。如果你说知道，我就揍你，因为我们三个都不知道，你会知道？没有，那很正常，因为你们每一天都要接触很多助理，而且我是站最远的。对啊，应该曲哥都知道。没有没有，我是背对着他。这都会。我不是 Q 你啊，对不起。蕊脚本的那个工作人都说，哎，怎么样？想不到吧？阿诺当过我们的助理，我还真的想不到，他算是还蛮特别的。然后有印象，当然就是苏乔啊，以前我们叫他香影啊，对，对啊。然后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，我们为什么喜欢那个时候的他？好奇怪哦。刚刚看回放的时候，比较放得开，不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比较活泼，他那个时候就没有。还有，我觉得以前当助理的衣服比现在助理还要露很多。其实仔细看，所以你们当然就比较没有现在的露。今天他是我也客气了，你看看旁边那个多露，你看。真的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就是表现性感的方式。像娜娜，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奇怪。他身上那个是他的布料还是他的刺青？如果是刺青的话，好像太大块；但是如果是布料，好像又太少。对对对，对啊！而且他那天穿的衣服，真的刺青的面积比布料还多哎。对啊，而且还有一个重点，你们以前当助理很轻松，只要跟节目的主题有互动就好。他现在当助理要讨好主持人呢。对啊，又拿曲哥。辛苦的，真的，以前早
要自我介绍，对不对？不是你跳，我们也会揍你。真的吗？看吧，看吧。冷静，请坐。哇塞，看到没有？当助理很辛苦的。我觉得阿诺也太可怕了吧！刚刚张立东也只有屈哥一个人躲，哎，你们三个躲他一个，怎么跑那么快啊 ？OK， 那你们以前刚来做我们助理是吧？嗯，你们对我们三个人有什么印象？哦，哦，什么？你是老兵啊？舒服是？你是打算跟史瑞克讲话吧？对啊。对对对对，像。我最有印象是屈哥，为什么？我就想说，哇！究竟阿诺说了什么，竟让屈哥翻白眼？像。我最有印象是屈哥，为什么？我就想说，哇，好矮哦。没有。真的，你看电视不觉得？不觉得啊，不会，因为我们女生穿高跟鞋，她走过来是这样。然后又好亲切，好可爱哦，真的。那句没用了，可爱。不要高兴，不要高兴。快五十岁被人家说可爱，很好啊。你八十岁还说说你可爱。那康哥呢？康哥就是很屌，就是吊儿郎当的屌，就感觉很像一个痞子走进来那样。还有他走进来看你这样，就这样，然后看你，然后不是我的菜，然后这样。他眼神就是，不是？你怎么知道康哥看到他喜欢的菜是什么？他会讲话，我看过他跟助理主持讲话。哦，对，有时候他会说，哎哎哎，今天穿得很漂亮哦，哎，今天腿很直哦。那我走来好像，啊，哎，好，开始了，来，然后就这样。不是，那时候我进来都想，奇怪，助理还没来啊，这谁啊？动物园。觉得你们一开始三个看起来都很色，屈哥也会吗？屈哥倒还好，就另外两个。我没有对你色。不是因为你们在节目上，然后讲话的时候都会故意讲一些色色的东西，然后就让我觉得哦，就是会调侃女生，然后很害怕这样子。哇塞，那你呢，彩迪？你对我们三个印象是什么？就是还蛮害怕，就觉得三个男生好像会干嘛一样，好像会干嘛，当场。喂。会哦，可是这是电视台，你以为是山寨里面吗？感觉屈啊不是康哥跟鹏哥很凶，然后屈哥那时候也是最热情，就是会主动给打招呼。你正在停哦。而且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，我后来第二三次来，他好像还有发了我的微博上面发什么。不是，我有加他，所以他 PO 什么我就会有。然后他就讲到，就吓到说你就竟然知道这样。哇塞，我们阴招，我不会想到加助理的。还以为我是电脑白痴。啊，屈哥，我都有加三个，不是加认识的人 OK 的啊，我有加诺。有啊，屈哥有加我吗？没有。看，不公平。屈哥，你看看你，哇，你们都停走了。不是这个家人 OK 嘛？你约过几个？没有约啊，我没有约过。你带谁去大陆？好，那相应你觉得我们三个？你说第一次看到你们吗？我第一次是在化妆间，然后我是先看到屈哥，屈哥那时候就觉得就是一个很和蔼的爸爸那个时候，然后看到鹏哥就觉得哇好帅哦，然后看到康哥就是好怕，很屌的，好像就是对，就是很就是。啊，为什么就是看起来脸那么大，就是比那个节目上那个脸还大，可是他酝酿了这么久，就为只说你脸。应该是这样讲，他早就有心理准备，但一进化室，哎呦，大头鬼。然后来，后来呢？对啊，然后后来就是你们就是人都很好，对啊，真的很好，然后都很照顾我啦。后来因为我跟康哥是邻居啊，对对对，所以你都很照顾。隔壁条街的，对。第一次我是他是很临时敲我，然后就说，哎，你隔天来当助理，然后我就说那要干嘛呢？他就说，没关系，你就是阿基师，然后帮忙分菜就好了。然后说哦，很简单啊。然后隔天到那边开始录的时候，
我就阿基斯，然后就开始介绍第一道，这个菜怎么来，然后我就就是乱讲卤白菜，然后乱讲什么鲁国那边士兵乱赌，然后讲完，然后他们就，然后制作人就说好，很好，后面十一道菜你就给我现在想，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开始想，然后又偷查手机，然后又被狗哥抓到，然后不然这个大字报被你们整个翻开来，好坏哦，对啊，怎么坏啊，讲不下去，都整个很混乱，我都混乱的结束了那一集。现在呢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现在啊，现在就是只有感激啊，来来，亲一个吧。出来啊！再出来啊！哎，没有烂，不亲不亲。好，那是拉链的。那你们当助理有没有学到什么？阿诺有，有，你有。有点牵强。有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想说，我来原本很期待会问我话嘛，可是很期待。对对，但也没有问我话，然后我就发现好像就是来宾有丢话给我，就反应不好。然后我就会觉得想说，哦，原来来这边我要学那个反应，学口条。我没有丢话给你。没有，有来宾有丢话给我，可是你们就没有接。那然后有没有？有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他略过那个。因为我反应太慢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来就学到大家的反应啊。不是、啊、不是、啊，你这个你后来当主持人就知道，对，因为就是大概0.5秒没接，我们就要接了，对，不然会来不及。可是因为我们要赶着回家，你知道？有啊，我到现在都还在学。我觉得那真的太厉害。以前看电视想说，哦，大家都是上电视胡乱拉塞，就好像就可以赚钱。然后就真的来，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拉不出来，真的拉不出来，而且要拉，然后人家又会笑，或者人家想要接。有些人讲完，人家讲啊好，好，那你觉得怎样，就把你跳过，就知道哦，原来你讲不好笑。哇，我学到了怎么变魔术。哦，对。因为第一次来，然后那时候有一次，然后是要变那个主来宾，然后就因为要挤出一个才艺，他说哈，我跳舞也还好，唱歌也还好，那我要表演什么？然后当下我录影前的大概半小时就变了一个魔术，就学了一个魔术，然后当场变。是哦。然后之后呢，每一集都被你们 cue， 哎要表演哦，哎下次要看到要表演哦，所以之后那个魔术变成我的专场。其实他那时候蛮屌的。我们一开始只是随便说说，我说你下礼拜还要，有可能，我们也不知道制作单位会不会安排，他就真的准备，而且有的魔术还令我蛮惊讶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屌，对，而且他是最敢跟我们聊天的，开玩笑，你是最敢跟我们硬吹硬挤，真的吗？对对，我一直觉得我还好哎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现在就在硬吹硬挤。这个谁？苏乔，你以前有一次 NG 很多次的。哦，好像7次吧，因为我以前开场白我都要自己想，然后我以前压力很大，因为那个开录的，反正就是开录的前一天，他们那个制作单位就先给我那个明天的主题，然后我就要开始想这个主题我要怎么样讲一句话，然后让这个主题怎么样，我就想我压力超级大的，对，然后反正就 NG 了7次，然后最后到制作人说算了没关系，你那个大家录完之后你再补录，对，然后不然我那时候很挫折哦。我那时候有到哭啊！哇，制作人对他多好啊！制作人哪有制作人一讲，制作人就这样，对，就超可怕的。然后到最后，就只有我可能用大字报吧。阿诺，你说你明明笑起来很可爱，对啊，因为有一集他是在讲哪一个女，就是怎样的笑容是最美的，然后就有讲到笑起来露八颗牙齿的。然后那时候想说，我就一直对着来宾这样子。因为我想说我露八颗嘛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有啊，你们那女助理就是露八颗牙齿，就你一回头就说什么露八颗啊，他露24颗好不好？不好看不好看，我想说，哈，我明明就八颗牙齿啊，然后就讲怎么这样？什么露八颗？那不是爆八颗吧？他讲的，有，我当下你知道，我当下觉得好笑，可是又有点难过，就想说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年纪轻就不懂什么是效果，什么是幽默，对，什么是幽默，然后就回家就一直算，你知道吗？你，就明明是八个，没有24啊，对啊，他怎么算的啊？他用乘的吗？对啊，就算好久。因为你一颗牙齿有3颗大。好，今天他没有礼物要送给我们，来，阿诺，真的，阿诺送那个纯天然无毒牧草，不是啦，用牧草汁。送什么东西啊？我送，原本有准备一个人有2样礼物。可是因为有点那个
状况，我先送你们第一个。什么状况？先送你第一个。干什么？我的签名照。我想说哈，有一天如果我红的话，它有增值的空间，所以我就没有署名。然后我刚在下面有找大家用立可拍拍照啊，我原本想说跟你们每一个人拍一张送给你们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出去炫耀说，你看我跟阿诺拍过照片呢。你滚！但是只有你拍照，因为其他的两个人就没有底片了。好烂。你把自己当粉丝见面会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他说找我拍照，我说好啊，反正好玩嘛。拍完以后，他找谁拍？我找康哥，结果就没有，结果没底片。对啊，嗯，有点诚意嘛。只有你，只有你有哎，你可以出去炫耀。这一张不错，真的。这张去动物园嘛，我们我来看他。哦，女子园在那边。快速通关，免费啊！你这样可以全世界进到圈子里面去，跟他聊天。进去你进去，可以踹鱼子。好，谢谢你的照片哈。哇塞，你看甜点，耶，民以食为天。这个我吃过，超好吃的，超好吃，超厉害。可每个人不一样啊，不好意思哈。真的，这是谁？对啊，这个是那个鹏哥的。哎，因为鹏哥有混血嘛，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法式的那个吐司。法国跟德国是对啊，敌人哎，反正都是外国。应该来罐德国啤酒吧？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重点是它是香辣口味。你在急什么？你急着要现吃？你让我讲完。是香辣口味，然后因为鹏哥讲话就比较呛一点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口味，很适合。呛辣，来，没有，来。这个呢是曲哥的，曲哥的外表就跟他一样，巧克力，好好喝，对不对？巧克力啊，对，健康的肤色。然后呢，因为巧克力大家都喜欢，你就像对老婆一样好，就是好爸爸，然后好老公，老少咸宜，所以这个送。哦，谢谢。你们代言。对，再是康哥的。这什么？这哪里？这个是泡。真的吗？啊，泡。哎呦，正解呢？为什么？原因，康哥。有一个地方是因为脸，但我跟你讲，我讲比较内心一点的话，是因为泡芙呢，它是外脆内软，然后就跟你的外表一样很刚强，然后可是会有那个内心很柔软，对，内心很柔软，然后很温情，是内心的，就是有一种钢铁柔情的感觉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这还蛮有诚意的，这还蛮有诚意，超有诚意的，没错没错。泡芙不发一下，泡芙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巧克力超好吃的，泡芙是冰的，哦，这真的很好吃，好不好？来，辣味的。这个因为上次没有送到，宣传的时候，哎呦，写真专辑，哇塞，是谁？然后，哇塞，邓根根啊，没有啦，是很保守的，没有，只有两个，居然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我两个版本就随机这样，居然是海外版的。没有内容，曲哥的清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对，你的版本是比较生活自然的，然后这个是比较比较生活自然的，比较华丽。没有啦，这个比较华丽。我的也是写真集耶，没有啦，骗你们的啦，怎么可能？吓死我们！我是送基金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工作很辛苦。送什么？基金嘛。吓我一跳，我是送基金的，拿出来三根的，一人一根。送基金。好用心，嗯，哎呦，氧气人生呢，对 ，OK 的 ，OK 的，嗯，哦，啊，有心哦，嘿嘿，这个袋子也送给你，好，谢谢，袋子，你送什么？我，你像我要准备啊，心意，心意，还有人家提示，今天收工吃饭，没有，没人要跟你去吃饭的，不要啦，呸，谁呀？我跟你去吃饭。不过说真的啦，就是看到你们今天呢，我们真的很高兴。就当初来到节目的时候，真的不知道后来你们会发展成今天这么棒的一个状况。对，以后常回来玩，好不好？是。OK， 好，谢谢各位参加国光帮个忙，谢谢。